威氏上线仅一个月，已经吸引了何炅、谢娜、杨幂等数百位名人入住。昨日，徐静蕾、莫文蔚、韩庚、李咏、苏有朋、郑恺、张萌齐齐入住威氏。莫文蔚更在大牌驾到户外录制时，和华少玩起了威氏。大牌驾到，我在世贸天街，我在这儿等着莫文蔚，你来吗？也要记住下一个20年，让你开心的每一件事情，然后继续享受生活，享受你的表演。幕后年代精选集，变。14日，苏有朋也入驻威视，一定不要错过关注他的威视哦。Hello， 我现在正在中国达人秀的录影现场。还有内地小生郑恺刚入驻威视，和大家分享他身边的好风光。我现在在云南的腾冲，差不多走两步就可以到缅甸了。这是我们住的地方，这里天气还是不错的。大美女张萌拍摄现场变成土豪，欢迎大家和她来做朋友。我是女土豪，快来跟我做朋友吧。更多明星精彩内容尽在微视。